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经典有机生活由我定义。本节目由 AI 直拍神器三星 Galaxy S24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思维师赞助播出，思维师 K2 柠檬酸钙，年轻入股，支棱上场。加入芒果 TV 会员，周五12点抢先看《乘风2024》，尊享姐姐请上车、《乘风运动会》、《天真时间》等更多精彩衍生。115天。36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姐姐，对于我来说，姐姐的舞台一直都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38年，我只为姐姐这个节目干过这一件事情，就是去为自己争取。6场公演，3场直播竞演。我觉得每一次舞台的机会对我来说都是必须要在这上面发光。我希望这个舞台能够治愈我，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而且是女性的舞台。78次的璀璨舞台，累积了63次赢和113次输。亲爱的文静宝贝，你这个地方老是做不对，你自己检讨一下，你为什么做不对，好不好？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公演舞台不想输，想赢。有比赛就有输赢。流星流。逐鹿问鼎之争，向来输多赢少。我想把那台阶偷回来，咱们要不就在摆那草坪上练10遍，基本就没问题。我要那琴哥在石阶唱好一点就好。没有了，没有，不是这些问题，不是。输多不等于输家多。已经很棒了，我们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了。你也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赢了，对，而且你是一个好队长。赢少。赢过的自己不少，我心里其实真的有一丝很想赢的感觉。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停地记，不停地记，让它长在我的脑子里。有人用教训垫脚，破碎又重生。像我没有劲儿苟着呢。有人为了赢得漂亮，放弃赢得容易。我喜欢我就敢选，咋了？我喜欢完了，我自己鼓励自己，我就把它练下来。是我想唱，但是我怕。别怕，你不能怕，你怕啥呀？就我很害怕，我非常害怕，我是掉链子的那人。哎呀，别哭了。没有那么多人能够理解说，我为什么会那么用力过猛，是因为可能对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意义太多了。哇，真的肿好严重！哇，你这个肿的，到这种情况了，还在担心不能参加他们的排练？来练成这样，不就为了那一刻吗？哎呦，逆境里学会飞翔，算输吗？我是不敢错的，真的。我觉得我们没必要非要上。我觉得能行，你不能行，你别。女人像雪花一样，可以拥有水的柔美，也可以拥有像冰一样的锋芒。Nice.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女人应该有的韧性。感谢陈峰，也感谢我自己。这个事情一辈子一定要做一次。那我当年这首歌输的可是很彻底啊，非常的惨烈。我帮你赢回来，我是要这样子啊。再拉10遍。Oh. 那比爆炸还帅。大风大浪谁没见过，这有啥、啊、对不对，就去呗。我觉得我们会赢。让放弃、害怕、崩溃都成为手下败将。他不在乎，我不在乎。赢到的只是比赛吗？姐姐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数字可以代表你自己？ One Number one， 四。原来40岁不代表一个终点，或者不代表一个暂停，而代表一个全新的出发。在我的40岁的时候，我挺喜欢四的。毕业那一年，我出演了我们越剧版的《步步惊心》，饰演的是四爷。那个时候有观众朋友们就叫我小四四。我选择八二下零下二下四是八。2024年也是我出道的第8年，我也。勇敢决定来到中国，来到乘风，傻人有傻福啊。Lucky Seven， 长长久久的也挺好的。我会选择正无穷吧。我原先觉得在早些年获得的一些成绩已经是不可逾越的东西了，但是这几个月以来，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点。
其实经常难以逾越的并不是这个事情的技术难度，而是自己心里面的那道坎。乘风这个节目上对我最大的胜利就是我克服了很多我原来心理上的障碍。能够代表我自己的数字，我会选择零。零可以是抛空一切的我自己，也可以是走完每一段旅程之后吸收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很圆满的我自己。我想选择给人感觉比较强烈的一。本期第一个乘风一团就是陈立军团，恭喜你们。我也有三次的机会在乘风一团，我们其实已经发现无论谁得到第一，可能我们都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希望自己面对所有人生的舞台都能够我心如意。不被输赢的分数定义，属于自己的满分才能浮出水面，在比舞台更大的地方，那是他们送给自己的勋章。最后一站了，一定要完美谢幕。舞技至此，160位姐姐乘风追月来到今夜，走向女性共同的名字，共同的胜利。每一个女性都有她自己很独特的力量，我们不同样子的女生这么好的凝结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很宝贵。无论经历了多少场胜负，依然许下全力以赴的誓言，不要怕困难，做往前走。我在喜欢我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别人一定会喜欢那个我。我们的力量可以跟浪对抗，乘着浪往前冲。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之夜，我们赞颂所有的输赢，走过风雨雷电，有请光与火焰。欢迎来到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欢迎各位。大美中国热望乘风，欢迎各位来到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的现场。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和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一起奔赴有机生活。感谢经典有机奶的一路护航，陪伴姐姐们乘风而上。在115天之前，36位姐姐饱含着热爱在此集结，共同奔赴他们的乘风之旅。我们以24节气为线索，从惊蛰伊始，然后走过了冬雪的纷飞，再到白露的微凉，再到秋雨的纷纷，再到夏至的骄阳。终于今天我们来到了乘风2024年度总决选的现场，在这里先向所有的姐姐道一声恭喜，各位辛苦了。在此之前，我们芒果 TV 联合微博发起了乘风2024乘风之夜歌曲推荐活动，在当中由微博网友决定了今晚的四支实力强劲的团队，他们分别是流星团、戚薇团、陈立军团、陈浩宇团。而与此同时，在他们身后有着非常非常庞大的亲友团的到场。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流星团的亲友团，我们欢迎流星姐姐的好友 DL 组合刘丹丹、王思琳，欢迎。欢迎苗苗姐姐的妈妈刘爱武女士，妹妹苗一博。欢迎欢迎谢金燕姐姐的经纪人姚宇。欢迎 Joyce 姐姐的好友钱荣生，以及原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中方文化主管陈楠，欢迎。与此同时，还要欢迎我们朱丹姐姐的家属周一维。今天咱作为代表采访一下好不好？在第一期的时候，朱丹姐姐上来就定了一个基调，说在这个节目里面不要提老公和孩子。这句话看到之后，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呢？所以他提过我吗？真没。首先好像也没必要藏，其次藏不藏我觉得我都支持他的选择。
我因为昨天我还来看了一眼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排练，他们这么认真的搞事业的样子，尤其是他，有年头没见过了，所以没有，我感谢这个节目能够让他又重新开始，又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自信。谢谢姐夫，谢谢，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所有亲友团的各位。好，让我们欢迎戚薇团的亲友们，他们分别是戚薇姐姐的家属李成炫，欢迎蔡文静姐姐的妈妈屈玉桥女士以及好友金宇，欢迎我们何洁姐姐的好友丽娜陈西贝，欢迎萨顶顶姐姐的经纪人傅洪生以及好友谭丽，欢迎我们孙夏玲姐姐的父亲吴邓强先生和好友阮友秦慧，欢迎各位的远道而来，欢迎。那咱们每个亲友团我都照惯例找个代表了，哥哥生你骑谁，同样的问题也要问到你，咱们问一下，在姐夫眼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名场面？说实话，对我来说我名场面很多的，比如说从他的出台他精心准备了，对对对，包括他的第一个公演热恋情节的时候，他就是哎呀直接，然后哎呀对对，当着面就来啊，然后三公也是 bang bang， 小唐老鸭，没，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回来，那唐老鸭跳水你看了吗？当然看了呀 ，superstar。跳进去，对，平时这梗都没少玩，没少看，我真的是。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密不透风的这个舞台，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它是需要除了姐姐们的配合以外，摄影师也需要配合。所以我心目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密不透风的这个舞台。今晚《乘风之夜》的舞台，给姐姐加个油。戚薇团姐姐们加油，你们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好，加油，谢谢，谢谢姐夫李成炫，谢谢，也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各位，谢谢，谢谢大家。好，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陈立军团的亲友们。首先是我们陈立军姐姐的姐姐陈连军，同时还有我们陈立军姐姐的好友，更是我们的师姐朱姐姐姐姐。师姐回来贼亲切，哎呀，就是忍不住想上台。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韩雪姐姐的朋友邵仪、张佳瑶，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柳岩姐姐的好友设计师毛宝宝、演员熊文文，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张雨熙姐姐的爸爸张铁柱先生和妈妈董春华女士，欢迎。接下来欢迎郭碧婷姐姐的好友谢依林，设计师谢佑明，欢迎。哇，感谢乘风这个舞台。在之前往届乘风你们也知道郭采洁姐姐来过，我在这个舞台上遇到了一位又一位时代姐妹花。那今天谢依林姐姐来到这里作为代表，咱们讲两句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谢依霖，我是郭碧婷的家属，我是郭碧婷的家属，大家给他那个投票哈、啊。现在就已经直接开始到投票环节。我们时代姐妹花不来人，当我们怎么样？没靠山是不是？有有有，你这靠山太硬了，太硬气了。但是问一下，因为过去三个月当中，在你身上有没有感受到郭碧婷姐姐在这个节目录制开始之后有怎样的变化？我跟你说，认识他这么久，你知道他就是很温柔。是。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怎么知道来这边被你们搞的？怎么了？爆炸撕裂下坠。可是我觉得他挑战自己，然后我觉得成果我也就是为他感到骄傲，不愧是我们。时代出品，再次谢谢。那马上他们要上台了，加个油，给他们加个油。你们今天晚上一定会怎样？爆炸裂下坠！今天就是要火爆到底！谢谢谢谢谢林姐姐，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陈浩宇团。
让我们首先欢迎的是陈浩宇姐姐的妈妈汤汤女士和陈浩宇姐姐的姐姐排排。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尚雯婕姐姐的好友黄丹宁。让我们欢迎万妮达姐姐的经纪人猫姐，袁雅维姐姐的好友裘德石凯。弟弟，你这次作为亲友团代表怎么说？给我的 T 下去好好的打打 call， 打打 call， 加油加油加油，祝福各位姐姐们加油。那么与此同时，与我们一起见证还有再度回到乘风舞台的十一位返场姐姐，欢迎姐姐们回归。欢迎我们的音乐总监赵赵老师，舞台总监金伟老师，感谢两位老师一整季的陪伴，辛苦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全程监督的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杨婷婷、王一曼，欢迎你们的到来，欢迎。接下来我们姐姐们即将面对的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第79个舞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身旁一直有一位好朋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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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我们这个节目，基本上就七七会给我 reaction， 所以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打个电话连线一下我的朋友。喂，是娜姐吗？小琪，哎，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啊？哇，我身体非常好，听到你的声音身体更好了。那今天我可是在主持乘风，你认真说一说最近有没有看我们直播呀？当然了，我觉得今年的舞台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对，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不在这个舞台上。哎呀，你要是在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好不好？小琪，我跟你说，我不想要错过姐姐们的舞台，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所以我必须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乘风2024，我来了。让我们欢迎娜姐回家。观众朋友们，你们此刻看到的，在我身旁所站的是乘风2023的乘风年度创始人，同时也是我们今天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最重要的见证者主持人谢娜。小琪你好，我觉得好快呀，都一年了，我很想念这个舞台，也很想念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现在正式宣布，我们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正式开启。那么今晚的乘风席位将如何产生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场比赛的大规则，请看大屏幕。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共产生12个年度乘风席位，经过两场直播竞演后，陈浩宇团率先斩获2个席位，剩余10个席位将在总决选现场决定归属，同步将颁发年度乘风舞台、年度乘风超越奖、微博乘风高光人物、乘风年度人物、乘风年度队长、乘风年度总冠军等奖项。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大赛制，第一轮团体对抗赛，本轮共开放3个年度乘风席位，舞台乘风值排名第一的队获得2个年度乘风席位，排名第二的队获得1个年度乘风席位。第二轮1v1跨团合作赛，本轮共开放2个年度乘风席位，4队各派出1位姐姐，组成2首1v1双人曲，获胜方所在队获得1个年度乘风席位，最终根据观众投送的个人喜爱度角逐最后的5个年度乘风席位。那马上咱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团的表演，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我的回忆杀，这首开场就对了吗？很有那个感觉，因为这首歌曲是我儿时对于周杰伦的第一印象，这首歌就是双截棍。说为了挑战这首歌曲，他们的名字叫做逆风棍门，而这个棍门就是即将要登场的流星团。
有请流星团带来双截棍。L'aventure avec Changfeng m'a permis de ressentir la merveilleuse amitié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Et c'est seulement le début.去河南嵩山学校林根武当，怎么改怎么改，呼吸吐纳新色彩，怎么改怎么改，记着那真实心开，怎么改怎么改，被心间里写沙袋，飞檐走壁摸奇怪，去去就来。一他马不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记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已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改怎么改，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改怎么改，东亚病夫的招牌，怎么改怎么改，你被我一脚踢开。快说双截棍，哈哈哈嘿！快说双截棍，哈哈哈嘿！习武之人皆惊人，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哈！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把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快说双截棍，哈哈哈嘿！快说双截棍，哈哈哈嘿！习武之人皆惊人，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说双截棍，哈哈哈嘿！快说双截棍，哈哈哈嘿！如果我有气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哈！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到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成绩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掌声送给流星团双截棍。有请流星团的姐姐们这边来，有请棍门登场。Hello， 大家好，我是棍门掌门刘鑫，
大家好，我是流星队棍门副掌门朱代。临场先锋啊。大家好，我是孤儿门小师妹苗苗。大家好，我是孤儿门大师姐谢金燕。大家好，我是国法棍 Joyce 姐姐。哇哇，法棍这个梗太厉害了，我太喜欢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介绍他是法棍。娜姐刚刚看表演之前的时候就好期待你们的表演，因为既是老朋友，而且之前看节目的时候印象也超级深刻，是不是？其实我知道这首歌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是很难的，那几位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入棍门呢？我是第一个自愿加入棍门的人，就是刚刚开始然后确定了名单，然后我们就在想完蛋这个说唱怎么办，然后练的时候很绕嘴太快了，但是那个音乐一放起来那个舞蹈一跳起来马上就一来，我们试一下啊，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这个欢迎大家都加入棍门啊，广招学员。对我而言，如果说那个刘星觉得这个事情是他所愿的话，那更是我的所愿，所以我非常感激网友们把我投到了刘星的队伍。我们两个一直在寻找机会一起在同一个队伍，但一直擦肩而过，然后一起进入到了棍门之后，只是不小心有一说是咱们的棍门是有两个舞单两个歌单加一个猪单。苗苗会很担心进入棍门吗？我确实，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有采访过一个问题，说你最担心的舞种是什么，我说 hip hop， 然后说最不想尝试的唱歌风格是什么，我说 rap， 然后结果就没想到命中注定的安排把我投到了这个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表现的还行，然后特别感谢大家。一开始跳这个双截棍其实我挺害怕的，因为这个舞台真的不容易，谢谢大家投我到双截棍，给我这个机会挑战我自己，让我每天酸痛疼，已经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像是在拍写真照，痛，全身在痛。谢谢大家 ，you offer me another huge challenge because when I saw my name more and more top for the rap, I was like, oh my god, no.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最难的。Lucin, they were really kind. Like we are going to give you the more melodic part, but I have 怎么改怎么改，呼吸都那心都在怎么改怎么改，只剩他站出心开。马上我们就要开始这一轮团秀舞台乘风值的投送了，各位不要忘了，在本轮当中排名第一的团。能够锁定两个年度乘风席位，排名第二的团能够锁定一个年度乘风席位，所以一切选择权利交到你们的手中。团体对抗赛一秀一投，请记住他们是零一号，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快使用双截棍，要投几号？投几号？投了吗？让我看看，谢谢。为了最近的舞台，所有的姐姐们都竭尽全力，希望给大家带来最好的表演，所以今天请大家尽兴的享受，给每一位姐姐加油好吗？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我们马上要公布流星团的双截棍的成绩，请看大屏幕。哇哦，909，哇哒，很高了，这个很高分数，恭喜恭喜。哇，超级有美，哇哦！有希望！我觉得得到大家的支持，他们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让我们再次谢谢流星团带来的精彩的演出，姐姐们辛苦啦，休息一下，这边，咱们这边请，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态度的歌曲，没错。如果每个女生内心都住着一个骄傲的公主，当歌声响起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叫醒自己心里的骑士。那么现在有请陈立军团带来骑士精神。上过那么多大师课，今天是时候该证明自己了。今天我要发挥出最大的精神，和我的姐姐们一起手拉手乘风。有目标，有付出，有信心，就会有奇迹。不留遗憾，无愧于心。完美毕业。我知道为什么而来，也明白要往哪里去。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洗衣机将离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的攻击，自卑的心理，四年来被这各种面对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些话语，莫名其妙些话语，如同沙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些话语，莫名其妙些话语，不如下当点影子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像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邪恶的眼神，这个过程一直放在我心底，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骑士们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强悍的骑士战到最后，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洗衣机将离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无力。
变不停变粗心，热闹太过绝情，好像空气自变，心里三年假，带着沉重，绝句想要你我分离。掌声送给陈立集团。各位潇洒的骑士这边请。刚刚这首骑士精神非常非常的好看，我们先请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军团的陈立军。大家好，我是陈立军团的骑士柳岩。大家好，我是陈立军团的骑士韩雪。大家好，我是骑士团的郭碧婷。骑士团，骑士团。大家好，我是骑士团的张雨曦。在这个骑士团当中，你们觉得谁是那个比较，比如说热心肠，然后就会照顾别人的骑士？大家彼此之间评价一下，好不好？什么是骑士精神呢？我觉得是勇敢，是忠诚，是骄傲。勇敢地打破自己的不可能，忠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骄傲地去展现自我。我觉得这些素质我的这几位骑士姐姐们都有，但是如果说是最热心的那个骑士姐姐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柳岩姐姐。我真的很喜欢骑士精神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在乘风2024我是当之无愧的骑士，就是我特别适合做队员，在我的这个队员的身份上发光发亮，不掉队，然后不拉垮，甚至给团队做出应该有的队员和骑士的贡献，我就觉得我很合格。而且很多时候也能成为团队当中的点睛之笔。对，韩雪姐姐呢，你这次跳这个舞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纳了闷了，怎么有这么多的舞种？就真的是每一次都在解锁新的舞蹈风格。说实话，以前关键是你还能自己说我完全不会跳舞，你现在经过了前几功，你还真不能说你一点不会，还是学会了。对，但是每一次就又得从零开始，所以就是还是需要像第一次那样全神贯注的去学舞蹈，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其实我跟碧婷呢，我们两个是 rap 组合嘛，那说实话我们对音乐呀，其实没有那么的擅长，然后我们包括听拍子和学习呢，确实是要相对而言慢一些，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夸夸碧婷，因为其实碧婷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大家不要被她佛系的这个发言给骗了，她就是看起来会说哎呀没关系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她一直练一直练，基本上都是最后走的，而且从来不会说累，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为碧婷鼓鼓掌好不好？那么此刻就要来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现场的所有观众，1000位观众，如果你们喜欢陈立军团共同带来的骑士精神，就请按下02号。02号，来做好准备，60秒倒计时，投送开始。公主们都在吗？王子们都到了吗？可以帮我们投2号吗？帮我们投二号，帮我们投2号吗？麻烦了。骑士精神2号，记得要投给我们一笑倾城的郭碧婷姐姐，一丝不苟的张雨曦姐姐，一片明星的韩雪姐姐，一表人才的队长姐姐，还有我一言九鼎的柳岩姐姐，麻烦投票了，谢谢大家。02号，对面的朋友，02号。好，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陈立军团的骑士精神究竟得到了多少舞台乘风值呢？请看大屏幕。恭喜陈立军团在团秀环节获得了926的舞台乘风值，暂列第一。但是最终年度乘风席位的归属究竟如何，还要等后面两个表演结束之后才能够见分晓。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样的成绩一定值得各位的庆祝。与此同时，在庆祝的时候，我也给柳岩姐打个广告。刚刚这么贴心的把大家都夸了一遍，柳岩姐在乘风之夜结束之后，
要从姐姐变成闺女了，因为7月8号我家那闺女就要在芒果 TV 和大家见面了。对，7月8号是预热，7月9号每周二中午12点芒果 TV 我家那闺女2024正式启航，大家可以看到我一整季。你是最可爱的闺女，也是舞台上最贴心的姐姐。谢谢。明天6月28号我和黄轩主演的电影来福大酒店也要上映了，拜托啦。四处见到你。讲完了，讲完了。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辛苦各位，辛苦。辛苦，祝贺你们。接下来戚薇团的这个舞台，哇哦！你做梦的时候，你听见上一句，你都能接出下一句来。而且再加上，到后来，你根本念不出这个歌词，你得唱。念不了一点，你就是看着文字，你就一定会唱出来。你憋唱挑战，你一定会输的那种。我在遥望。唱，你想正常念月亮。我在遥望月亮之上。你看，你忍不住的声音就上去了。你看现在更是在短视频平台，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大火。所以这首歌曲在所有年龄阶段当中都备受欢迎。而且也是各个演唱会我觉得大家都会全场跟唱的必备歌曲。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月亮之上带给我们的洗脑魔力吧。有请戚薇团。这场游戏我想要高分通关。可能有时候游戏规则不太懂，但是呢，我觉得爱笑的人运气一定不会太差。舞台不会辜负我，信念更不会辜负我。收获了很多爱，收获了很多朋友，但是还想收获一份荣耀。我要的从来不是容易，我要的是精彩。
想象，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花头轻悠扬，慢来就串场，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你的纯洁掌握着心情尽管放，你的笑容让我找到最好信仰，美丽的月亮你让霓虹暗淡无光，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操作着马蹄升起马蹄升落。 Oh yeah Oh yeah，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有空的惊人唱Oh yeah, oh yeah。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升起，马蹄升落。心跳唱大声飘摇 Oh yeah Oh掌声送给七妹团，谢谢。好了，这月亮之上太洋气了。好，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姐姐给我们的观众打招呼。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掌管广场的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掌管哈哈广场的姐姐何姐。都分了地盘了，哈哈广场。大家好，我是掌管西西广场的文静。大家好，我是掌管喵喵广场的萨顶顶。新桥，大家好，我是广场 no no 广场的苏尼孙夏玲。Suni， 为什么是 No No 广场呢？为什么 No No？ No No 是 International。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广场舞啊带出海。哎，那这个部分就只能靠 Suni 了。International 的环节，我带回越南。Oh yeah， Oh yeah。那队长您是掌管的？我掌管的是。Oh yeah， 广场的戚薇。Oh yeah。现在是团寿的第三个团了，前面其实给的压力也蛮大的。我们有这么开心的舞台，此刻有什么想对于其他的姐姐想说的话吗？其实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一个成团夜了。今天所有大家看起来像是就是竞技的舞台。但我相信对于姐姐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享受的舞台，大家可以一起共襄这场盛举，然后有这个机会和彼此相识相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重要。而且呢，我们可能唯一在这个舞台上面可惜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姐姐可能因为组团或各个赛制之类的因素，所以没有办法更深刻的了解彼此，这个是唯一遗憾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彼此在舞台上绽放和发光，我觉得友谊比竞技更重要，在这个比赛上一直都是这样。是的，特别是你们今天一起带来的这个舞台，就是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力量的。既然这样的话，现场的各位刚刚被感染的话，记好了，他们戚薇团是03号，月亮之上是03号。做好准备，如果喜欢他们，支持他们，喜欢这个舞台的话，就为他们投送乘风值。做好准备，朋友，60秒倒计时，投送开始。你们有看到我们没有？三号，投我们，我们带你们跳广场舞。看我们这个帅，真的有我们的气场。掌大声飘扬 ，Oh yeah，Oh yeah， 玩得开心就好，爱你们。玩得开心也要顺便投一下3号啊。三号，大雪飘摇 ，Oh yeah，Oh yeah， 好，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谢谢，再次感谢
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七微团《月亮之上》的舞台乘风值究竟是多少呢？请看大屏幕。938，恭喜七微团获得了938的舞台乘风值，感染了现场如此多的观众。那么现在三团的表演已经结束，究竟排名情况如何？让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让我们恭喜七微团以938《月亮之上》暂列第一位，恭喜。与此同时，排名第二位的是陈丽君团，排名第三位的是流星团。再一次祝贺各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快乐的舞台，感染了我们现场的观众。欧耶！我想说，欧耶！谢谢了，欧耶！东北话版的欧耶！欧耶！欧耶！现在，请各位姐姐们去到观众区休息一下。欧耶！欧耶！辛苦辛苦，各位休息一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音乐剧，我很喜欢他们这里面的歌词，鼓励大家敢于与众不同，敢于做自己。希望有一天每一位女孩子都能够很骄傲很自由地把这首歌的名字当作自己的口头禅，这就是我。所以欢迎各位来到 This is me 的舞台世界，有请陈浩宇团。都苟到总决赛了，我要再苟一个席位。我不再孤单了，不再孤身奋战，希望我能够特别投入的去享受，在不完美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完美。When I'm on the stage, I trust myself, and I trust the stage. 我们团里有着四位各个方面都所向披靡的姐姐，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吹响我们的号角，打一场胜仗。
掌声送给陈浩宇团 This is me。 来，有请姐姐们到这边来。姐姐们这边请。好夸张，好夸张，鸡皮疙瘩听出来了，听一地。来，我们听姐姐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大家好，我们是福星依旧高照。哇，对，福星你们在这 always 高照。对， always 高照。大家好，我是队长陈浩宇。大家好，我是浩宇团的尚文杰。大家好，我是浩宇团的 Tia。大家好，我是浩宇团整妮的浩宇团整妮可。Hello， 大家好，我是浩宇团的万妮达。刚才我和小琪在看你们的表演，整颗鸡皮疙瘩起来了。而且其实这个舞台很多网友好像也期待了很久了。对，我们的网友呼吁我们的陈浩宇姐姐和尚文杰姐姐合作很久了，因为他们两位跟音乐剧都是有渊源的。所以今天终于合作了，感受怎么样？我来说一下这个渊源，其实是一开始就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介绍说浩宇是唱过音乐剧的，所以在那个初舞台的当下，我就对这个女孩子觉得哦，好好奇啊。虽然我自己不是专业的音乐剧的演员，但是我非常喜欢，也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唱歌有点像音乐剧，对吧？所以我就一直在比较留意她。然后呢，后来我还私底下问她，我说你这音乐剧哪学的呢？然后你们知道她哪学的吗？我觉得你们猜不到。她说她是看短视频学的。他看短视频学的音乐剧的唱法，这我真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后来呢，她有个电影上映，叫《我才不要跟你做朋友呢》。然后呢，谢谢陈老师。然后呢，我又去观摩了一下，然后让我觉得很意外，这个女孩子不但音乐剧唱得很好 ，vocal 很强，她演戏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次我跟她合唱这首《This Is Me》，我自己也很快乐。那当然，跟我们队里面其他这几位，我觉得都是高手，像 Tia。对吧，都是众望所归。然后包括 Nicole 的整个舞蹈，还有她的舞台上的魅力，曼妮达的 vocal，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不管是在肢体上，舞台表演上，对吧，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契合的，应该说是梦中的一个对了。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团队的表演，我自己觉得特别的幸福，刚刚唱的也特别过瘾，谢谢大家。哇，夸夸大师。 So Nicole, anything want to share withI'm so glad that I was able to share stage with all of them, because I wanted to share stage with Vinida and Tia and Shang and Shang We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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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hang Wen Jie Jie Jie. Yes, that's right. And Amy also. I'm very thankful that they've always been helping me to get through this round and also in the previous rounds also. And I hope that.The audience felt all our emotions. Yes. 我也想讲说 ，Nicole solo 的那一段其实是跳加唱，其实那一段是特别不容易的。然后我也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Nicole 姐姐的，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的跟之前非常不一样的风采。Nicole 其实非常可爱的一点是，她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一瞬间是活力全开，但是每次到这个聊天的环节的时候，她会非常的害羞，然后跟大家表达感谢的时候也会特别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爱意一定能够传达给她，对不对？今天这个舞台就是我留在乘风2024的最后一个舞台了，然后非常开心能够唱这首歌，希望我们所有的姐姐的歌声里能够为大家带来勇敢的力量、爱的力量、希望的力量，好吗？希望大家都能爱自己。对，同时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 This is me， 但是我听说之前你们一度想把这个歌名直接改成 This is us、有这回事吗？就是其实没有把歌名改，我们其实一度想要把最后几句词改成 This is us， 因为这首歌如果大家看过电影会了解，这首歌讲的就是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有自己非常闪光的地方，都值得被爱，值得被看见。虽然我们仍然在比赛，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有太多太多太多比竞技的结果要更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才是会最后留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在唱的不只是我们五个非常不一样的姐姐，我们希望把它送给乘风所有的姐姐，每一位姐姐以及现场所有听到这首歌的观众。所以这个歌不只是 This is me， 希望这份力量是送给你们的，这首歌唱的是 This is us。 好，那么各位，希望你们能够接收到这份力量，接收到这份舞台传递出来的歌声。如果各位喜欢陈浩宇团 This is me 的表演的话，就按04号为他们投送乘风值60秒倒计时，投送通道现在开启。谢谢大家。投四号朋友们，后面的朋友，中间的朋友，还有这边的朋友，四号按下你的按钮，哎，四号 ，OK， 四号 ，Thank everyone， Number Four， Number Four， 四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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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依旧高照。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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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我们接下来就要一起来见证在第一轮。最终三个乘风席位的归属，在本轮排名第一位的将会获得两个，排名第二位的将会获得一个，最终结果究竟如何呢？目前场上的第一名暂时是戚薇团的月亮之上，第二名为陈丽君团的骑士精神，那么刚刚表演结束的陈浩宇团的 This is me 究竟能否拿下本轮年度乘风席位呢？他们的舞台乘风值究竟会是多少呢？请看大屏幕。陈浩宇团最终获得了921的舞台乘风值，谢谢，掌声送给陈浩宇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与此同时，我们本轮四个团的成绩已经全部揭晓了。排名情况究竟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戚薇团以乘风值938排名第一，成功竞得两个年度乘风席位。陈丽君团以舞台乘风值926排名第二，竞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让我们祝贺在第一轮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戚薇团和陈丽君团，同时要感谢四团共同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与此同时，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四团所拥有的年度乘风席位的归属情况，请看大屏幕。截止目前为止，戚薇团与陈浩宇团各获得两个年度乘风席位，陈丽君团获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流星团暂未获得年度乘风席位。但是我们今天这不是最终的结果，舞台还在继续，精彩仍在继续。让我们先把掌声感谢送给四团的姐姐们，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团秀，谢谢。哎，来，姐姐们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谢谢，辛苦啦，辛苦辛苦。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有机生活是和经典有机奶一起，在我的广阔草原活出我要的快乐，让好奇和有趣自然发生。自在随心，尽享松弛，经典有机生活。三星 Galaxy S24 系列 Galaxy AI 爱了。
本节目由金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金典有机生活由我定义。本节目由 AI 直拍神器三星 Galaxy S24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思维师赞助播出，思维师 K2 柠檬酸钙年轻入股知愣上场。本节目由金龙鱼1:1:1再升级反式脂肪减到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植萃美白品牌谷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爱玛电动车赞助播出，时尚出行选爱玛，百变时尚百搭露娜。本节目由全线防漏升级保护在舒服更自在的护舒宝卫生巾赞助播出，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祝你2024乘风而上。第一轮紧张的比拼暂时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每年乘风之夜大家也都非常期待的一个荣誉时刻，五场节气主题的公演，三场直播竞演，78次璀璨的舞台。那么根据制作团意见以及观众喜爱度和关注讨论度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评定之后，我们从中选出了5个不同风格的年度乘风舞台。那么接下来有请陪我们共赏24节气为每一次公演舞台都殚精竭虑的制作团音乐总监赵赵老师和舞台总监金伟老师为我们共同揭晓今晚的第一个奖项，年度乘风舞台。好，谢谢齐思君，还有谢谢娜姐。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我们今天又看到了所有姐姐的这个激情迸发啊，也非常为他们骄傲。事不宜迟，我们接下来公布第一个获奖舞台。这个舞台在充满东方意韵的旋律中，四位姐姐在月光下回顾了各自人生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好画面。这个舞台曾经为姐姐们成功守住一团的位置。那么究竟获奖的是哪个舞台呢？请揭晓。你发如雪获得年度乘风舞台奖，请获奖的姐姐们上台领奖。恭喜发如雪的姐姐们，祝贺你们收获了我们今年第一个年度乘风舞台。有请赵赵老师和金威老师为获奖的姐姐们颁奖。请获奖姐姐代表发表感言。就是特别要感谢几个姐姐们，就是跟我一起完成了这么好这么美的一个舞台，也特别感谢节目组，感谢所有幕后创作的人员，真的就是只有大家的付出才可以让一个作品真正的非常完美的体现在台上，感谢所有的为此付出的大家。好，谢谢，恭喜四位姐姐们，请姐姐们回到观战区。有请金伟老师、赵赵老师为我们继续揭晓年度乘风舞台。接下来我为大家颁今年的第二个年度乘风舞台，这个舞台集合了6位唱跳全能、火力全开的姐姐，动感复古的节奏，把我们带回了电子舞曲的黄金时代。那么获奖的舞台会是哪个呢？请揭晓。谢谢。
的表演。恭喜 Nobody 获得年度乘风舞台奖，请获奖的姐姐们上台领奖。有请赵赵老师和金威老师为获奖的姐姐们颁奖。接下来请派出一位姐姐代表来发表感言。很谢谢，首先很谢谢观众的认可，就是大家也很喜欢 Nobody 的舞台，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节目组为我们编了一个这样很帅的舞蹈，然后谢谢我的姐姐们，就是其实 Nobody 是我第一次做队长，如果没有他们，我相信 Nobody 不会真的这么绚烂，谢谢他们，然后谢谢大家。我想替大家补充一句，就是其实每个舞台都很棒，但我想在这儿特别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因为如果没有他坚守着音乐的这个质量，就没有那么多的音乐。赵赵，然后还有我们的金威老师和他的团队，他们每一次都比我们休息的更少，然后他们帮我们每一个姐姐的舞台都变得那么精彩，所以感恩的心，谢谢大家，谢谢。我还要讲，我们 Nobody 是最有团魂的。恭喜六位姐姐，请姐姐们回到观战区，谢谢你们。那么请两位老师继续为我们揭晓下一个年度乘风舞台。好，第三个年度乘风舞台，这个舞台呢，冲破文化和语言的隔阂，谱写了一首关于生命力的动人的诗歌。他们曾经创下本季所有舞台的最高乘风值，那么获奖的会是哪个舞台呢？请揭晓。为什么不记得？为什么不记得？到底用什么灌溉？用什么来爱？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对待？用什么对待？恭喜精卫获得年度乘风舞台奖，请获奖的姐姐们上台领奖。恭喜我们的郑妮可姐姐，恭喜我们的孙夏琳姐姐，同时还要恭喜我们的王菲菲姐姐。王菲菲今天没来，还是要把这个祝福带到。不光祝福，奖杯一定送到她的手中。是，那有请我们的赵赵老师、金伟老师为他们颁奖。Suni、Nicole 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首先我想感谢乘风的节目组，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个很好很有意义的舞台，然后我很幸运可以变成轻微这舞台的一个部分。谢谢大家。Thank you to our members at the time for taking care of us. And Fei Jeje, she really taught us a lot, and she led us through the whole way, and she helped us to make the stage more perfect. I want to thank her and make sure that she gets this award. And also, I want to thank the production team and to our producers.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大家。谢谢，请姐姐们回到观战区，谢谢你们。我们年度乘风舞台继续揭晓，有请两位老师。好，我来为大家揭晓第四个年度乘风舞台，这是一个乘风原创舞曲，
霸气张扬的表达，引人入胜的剧情，把观众带到六位姐姐联袂献映的盛宴现场，它会是什么呢？请揭晓。最快乐的才最值得，快跟我找回自己，是和命运不是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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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no,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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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no. 谢谢，恭喜密不透风获得年度乘风舞台奖。有请获奖的姐姐们上台领奖。辛苦姐姐要多走一点路了，但是奖杯在那等着，多走两步还是很值得的。那有请我们的赵赵老师、金伟老师为他们颁奖。有请获奖姐姐代表发表感言。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密不透风这个舞台，密不透风一定要拿这个乘风舞台奖。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金伟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镜到底，然后另外这首歌曲是我们的乘风限定曲，所以这一次对我们的意义很重大。然后最最感谢的是我所有的队员们，在这个舞台上面所有的观众的反馈我们都看到了，练了多少遍才能达到最终这一遍成型的一镜到底。还是那句话，一镜到底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它一定不完美，但足够了不起。请各位回到观战区，祝贺你们。那么请两位老师继续为我们揭晓下一个年度乘风舞台。好，第五个年度乘风舞台，最后一个了啊，也是，这是一个七人舞台。姐姐们用富有力量的音乐和充满张力的舞蹈，驱散了黑暗，打破了沉默。那么获奖的会是哪个舞台呢？请揭晓。风暴中雷电，抹去淹没我的悔，嘶吼吼天寒地灭，贯穿千里的边界。哦，直到千万颗星星带着微光点亮无尽的深渊，快要再一次苏醒。哦，迎接黎明的光辉。哦。恭喜破风获得年度乘风舞台奖，请获奖的姐姐们上台领奖，有请。来吧，林姐，走，破风组集合了，我们来了。来吧，破风组这边请。同样有请赵赵老师和金伟老师为获奖姐姐颁奖。祝贺我们的破风组。有请获奖姐姐代表发表感言。
我刚刚还以为就是今天这舞台奖就没有啥事了，但是没想到破风，我们破风，我们真的是拼尽全力，就是把所有的力气全部用在了这支舞蹈上面。我们整个舞台需要我们几个人全部用最齐的舞蹈去呈现，所以真的是比登天还难的一支舞，因为所有的细节如果跳得不好，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谁错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特别想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林姐，因为林姐是这支舞蹈里面付出最多的一个人。我想说这个奖杯沉甸甸的，不单单是它的重量沉甸甸，因为我们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我们知道。我非常感恩一路以来帮助我的所有的队长们，然后我也非常感恩赵赵老师跟金威老师对于我们的帮助。这个奖项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不是属于我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值得。也请姐姐们回到观战区，谢谢你们。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揭晓今晚的第二个重要奖项，年度乘风超越奖。每位姐姐踏上乘风2024的舞台都怀揣着同一个初心，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她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只要心中有梦，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能迎来更好的自己。而究竟真正能够捧起年度乘风超越奖奖杯的会是哪些姐姐呢？现在由我们为大家共同揭晓获得乘风2024年度乘风超越奖的姐姐。她们秉持初心，日益突破，她一个个舞台的冲刷下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锋芒。她们就是，请看大屏幕。我叫 Joyce， 我是法国的芭蕾歌手。我觉得 Joyce 她真的是对自己要求极高，非常精益求精的一个姐姐。Même à 30 ans, à 35 ans, rien n'est impossible. Quand on travaille, quand on le fait à fond, on peut tout apprendre. Let's practice. Pour me dire que au moins le fait de chanter en chinois ne serait pas un problème supplémentaire par rapport aux autres.在了十点。我是朱丹，42岁，是主持人、演员。丹姐在想办法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强大，这个非常感染我。咬牙挺住，绝不掉队。很多人说朱丹你再也站不上大的舞台了，但是我不信，我有一天我要拿起属于我的话筒。让我们掌声恭喜 Joyce 姐姐、朱丹姐姐，恭喜两位获得了我们年度乘风超越奖。有请两位登台领取属于你们的荣誉，属于你们的奖杯。两位先领取属于你们的奖杯，然后发表获奖感言。谢谢大家，谢谢乘风，中国人。it was, I think, the most amazing experience in my life.Really, really intense. We worked a lot, and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other sisters. So I'm really. This is my first prize in China. And I'm really, really happy to meet you, to meet you all the sisters.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the little French girl. And
And 我爱你们。Very, very, very much. And I make the promise, the next time I come, I will speak with you in Chinese, okay?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Thank you to all the team, Changfeng. You were amazing, really passionate, really passionate. And thank you for the confidence you gave me. Thank you really, really much.我想先谢谢我老公，因为我生完孩子6年之后，我一直都没有运动，是我老公他一定要让我去家楼底下的一个练舞室，让我去练舞试试看，因为走出了这一步，我们后面才会有后面。我也想感谢我的经纪团队，在我用笨拙的身体跳下第一支舞的时候，他们怎么就看出我能跳女团舞，就非得鼓励我来参加乘风2024。我要感谢所有所有陪伴我的姐姐们，谢谢你们，你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一次次陪我练，从来没有打击过我，一直一直在鼓励我。其实很怕自己成为拉垮的那个人，但是感谢自己我没有拉垮过。然后也想鼓励所有的朋友们，请相信真的只要努力，原来很多事情真的可以做到。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再次祝贺，再一次祝贺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那与此同时，我们在共同见证完两个荣誉时刻的颁发之后，马上要开启的是总决赛的第二轮比拼 ，1v1 的跨团合作赛。而在此之前，芒果 TV 联合微博发起了乘风2024 1v1 跨团合作赛的推荐投票，当中由微博网友推荐了最期待看到的双人合作阵型。而接下来登场的两位姐姐，应该算一算是第四次合作了。他们就是以一曲苍凉洒脱的《东风破》拿下全场最高舞台乘风值的刘星团队长刘星和陈丽君团队长陈丽君姐姐。这一次他们将从国风舞台穿梭到电音舞曲的舞台，期待神魂颠倒。很开心这一次的乘风之旅能够遇到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姐姐们，虽然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节奏，但是我们其实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和目标努力，我们是在出招也是在致敬，我们是对手，更加是伙伴。澎湃，飙快的心脏跳动动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That's alright。我的天，我的心澎湃，飙快的心脏跳动动 OK， 我不能收起的酒力，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give me kiss， 别忘记心。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give me kiss， 夜猫惊醒。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粉红色的 sexy 冷眼中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起 sounds， 听到电话般放电是你的暗号。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粉红色的 sexy 冷眼中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 sounds，
听到天花板放电是你的暗号。我的天，我的心澎湃，飙快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That's alright。我的天，我的心澎湃，飙快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说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真的没关系。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掌声送给两位姐姐，有请两位来到我们身旁。来，两位队长，有请。太帅了，来，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星。那我想问一下二位，挑战这样风格的舞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刺激，真的，就真的很刺激，因为就是其实每一宫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在乘风这个之旅上面，感觉把所有的风格都快尝试遍了。但是这次呢，真的特别刺激，因为这次成团夜，我跟星星的那个舞台都特别的多。其实这个神魂颠倒其实真的很难跳。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能够今天完成到这样，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不错的啊。相当不错，我觉得。问问你们啦，觉得他们跳得怎么样？然后我特别想说，就是因为君君之前答应过我，随口答应过我一件事情。怎么随口呢？反正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实现了。哎，对，虽然陈丽君没抱着我转圈，但是刚才我俩转圈了。这圈也算是转到了。对，转着了。转的你们神魂颠倒。但是你看，这其实一算已经是两位第四次合作了，两位队长一v一其实还是竞争的关系，所以面对接下来即将要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在二选一的投票当中，两位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说的吗？我们都有各自想保护的人吧，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就是我这样想说的是，其实我们一路走到现在，输赢其实也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个人收获的成长，和还有就是我们姐姐们之间收获的友谊。就是在这个 EV1 时刻，其实我从来没有把星星当作过对手，我更加觉得我们其实是队友。我们是黑鸟组合。是的，一起合作呈现出精彩的舞台。同时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进入到的是 EV1 的团体合作赛。两位刚刚带来精彩的合作之后，你们要进行的就是现场1000位观众的二选一的选择，你们只能从两位姐姐当中选择一位进行舞台乘风池的投送，而胜出的姐姐将会为自己所在的团竞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那在开始拉票之前，两位一会儿同样还是60秒吗？就是一人30秒吗？好，
如果在刚刚的舞台当中，你们更喜欢刘星姐姐的表演，请按下05号，05号。如果你们支持的是陈丽君�姐姐的话，就请按下06号，06号。两位姐姐很难的选择，二选一。做好准备，投出你宝贵的一票。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5号，大家请投给我，谢谢。然后我的组里面现在还是0分，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宝贵的名额。我组里的姐姐们非常需要这个名额，谢谢。5号。哎，这个时候30秒的拉票时间到了，丽君这里你是06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组里也有姐姐，我们现在才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虽然我跟星星之间你们投谁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也有想要保护的姐姐，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你们了，你们到底投谁？说话算数。好，时间到。最后结果是怎样的？谁会更胜一筹，为自己的队伍夺得本轮1v1团体合作赛释放的第一个年度乘风席位呢？请看大屏幕。恭喜刘星姐姐获得502的舞台乘风值，陈丽君姐姐获得了478的舞台乘风值，所以刘星姐姐在《神魂颠倒》这首歌曲的 1v1 合作比拼当中获得胜利。刘星队长为他所在的刘星团竞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恭喜刘星队长，同样感谢陈丽君队长。所以截止目前为止，我们的乘风席位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截止目前为止，流星团获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陈丽君团获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陈浩宇团获得两个年度乘风席位，戚薇团已经获得两个年度乘风席位。再次谢谢两位姐姐的精彩舞台，谢谢你们。谢谢。好，请姐姐们回到观战区，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两位休息一下，这边。接下来登场的两位姐姐，她们是两朵纯白的茉莉花，轻轻地落在了这个夏天。当乘风已至尾声，过去的记忆就像潮水翻涌，那么此刻路过她们眼前的是哪一幕呢？我相信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幕让她们感动，让她们永远难忘。是的，这些瞬间会被他们铭记，而接下来这个舞台我相信也一定会让所有观众难以忘记。让我们掌声有请戚薇、陈浩宇带来若梦，有请。这个舞台它不仅能承载我们表演者的一种倾诉方式，还能够连接观看者的情感，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视角，却在讲述同一个故事，讲述着自我较劲，也讲述着共同的绽放。
掌声送给戚薇队长、陈浩宇队长，谢谢两位深情投入的演唱。同样要感谢刚刚坐在舞台上一起见证这个舞台的各位姐姐们，来，有请两位队长。嗨，大家好，我是乘风2024的戚薇。大家好，我是乘风2024的陈浩宇。我看到刚才唱的时候，包括你们也请到了队友们坐在那儿，而且那个上面好像放电影一样。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是“往事流转在你的眼眸”，你们在唱这句话的时候，想到的是哪一幕？一幕幕跟姐姐们相处的画面都非常的珍贵，包括一公今天姐姐的腿受伤，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她。其实她之前的事情造成她在这一次的训练当中有很多都非常的艰难，其实她都一直咬牙挺过来，包括林姐也是一样，在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坚持的锻炼。但是我们知道她中间有很多身体非常不适的时候，但从来不喊不叫，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拖后腿。然后再加上我们后面的密不透风一镜到底的整个过程中，伤的伤，皮的皮，然后整个过程是非常耗尽全力的。而且让我感动的是，大家其实都是在自己的行业当中闪亮的那颗星，但是到这里来把自己全部打成一个从零开始的状态，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为了我们这一次一次一次的公演给大家呈现出很好的东西而花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宝贵是让我觉得更回忆起来更感动和更让我自己动容的地方。嗯，浩宇呢？我当时更多的画面其实是一些宿舍里的，就是包括那个沙发，我其实想到的是宿舍。我觉得我在宿舍里的生活其实也能够见到很多姐姐，不是台上的那个样子，就是她们私下特别不一样的可爱的，然后很自然很放松的那一面，那个样子也是我会觉得我对她们从陌生到熟悉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刚刚看着她在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就是我感觉我跟姐姐很熟，但是又想其实没有认识特别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乘风之旅的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也许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长，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就是情感，然后曾经一点一滴就是大家真的一夜一夜走过来的这个感情是，就是真的你想起来会觉得那是很深厚的。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大家一起吃，然后就是睡在一个宿舍，除了上学的时候，真的很难。上学出来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这个阶段了。刚才我还有一个地方我莫名很感动，就是你知道我和浩宇在后场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耳返里面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对，那个瞬间我觉得好奇妙，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位置，我不知道他在场上的任何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往事流转，然后我哎，然后我就在哎，然后我就我们俩，然后他就也拿着，他就一边试麦一边跟我一起唱，然后我们俩就从头到尾把那首歌唱完了一遍，全部合了一遍，就是默唱。那一刻我觉得好感动，可能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留下一个比在台上还要更觉得神奇的那个回忆。是的，现场所有观众，我们在感受完刚刚他们彼此之间美好的那一份内心的感悟之后，你们又要做出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你们支持的是陈浩宇姐姐的话，就请按下07，而戚薇团的戚薇姐姐是08号。那同样每位有30秒的拉票的时间，在一会儿投票的过程当中。那这样，这次我帮浩宇拉票。我帮姐姐拉票。好，彼此为对方拉票，做好准备，二选一的选择，做出你们最终的决定。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其实跟浩宇相处了很长时间，从第一公开始在宿舍的相识，一直到现在，看着这个小姑娘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你可能maybe没看到她的那个地方，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你面前，越来越清晰的样子。我知道她这过程当中付出了多少努力，请为浩宇投票，07号陈浩宇。浩宇是07号，而与此同时，浩宇
为七位队长拉票，三十秒，他是零八号。从我认识七位姐姐那天，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很强大、很勇敢的人，很勇于挑战的人。然后在这整个乘风之旅的过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从她每一次公演的舞台上看到她都在突破，都在努力，都在做一些我们想象中她也许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七位姐姐是一个勇于挑战的勇者，然后我觉得包括今天站在台上，然后我们唱这首歌，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七位姐姐的勇敢，然后投零八号。好，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你们。这两位姐姐的舞台乘风值究竟是多少呢？谁能在这一次的比拼中胜出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陈浩宇姐姐495舞台乘风值，七位姐姐483的舞台乘风值，让我们恭喜陈浩宇姐姐在本轮歌曲一 v 一跨团合作当中获得胜利，这就意味着陈浩宇队长为他所在的陈浩宇团再次竞得一个年度乘风席位，同样也要感谢七位队长和浩宇姐姐共同带来这个让你们难忘的舞台。那至此我们两组 1v1 的跨团合作赛已经全部结束，也意味着在本轮释放的两个年度乘风席位的归属也已经全部产生。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四团目前拥有的年度乘风席位名额，请看大屏幕。在两轮精彩的对决结束之后，目前流星团拥有一个年度乘风席位，陈丽君团拥有一个年度乘风席位，戚薇团拥有两个年度乘风席位，而陈浩宇团拥有三个年度乘风席位。再一次感谢每一位姐姐，再一次谢谢身旁两位姐姐带来的表演，谢谢你们，辛苦了。好，今晚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隆重地颁发出今天晚上第三个荣誉时刻的重要奖项。在今年乘风2024的姐姐们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姐姐们的话题热度也是持续高涨。那每期节目播出之后，和姐姐们相关的热梗总是能够迅速占领微博的热搜榜单，引发大家的热烈讨论。所以接下来这个奖项是由微博站内发博、视频播放、点评、互动助力多项综合评选出来的微博乘风高光人物。现在我们就有请上一季乘风2023拥有众多高光时刻的娜姐为我们来揭晓获奖情况。现在由我来揭晓微博乘风高光人物。第一位姐姐的初舞台就在微博引爆讨论，话题霸榜热搜14个小时。从一开始的人长得美唱歌就算了，到这歌坛还是被他闯进去了，他就是微博乘风高光人物张雨曦姐姐。第二位姐姐在微博被讨论超过800万次，微博热搜数超过了60个。虽然在节目中说到人生不用太累，但却为大家带来了许多精彩舞台。她就是高马尾女团风的郭碧婷姐姐。恭喜郭碧婷、张雨曦姐姐荣获微博乘风高光人物，请获奖姐姐上台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恭喜你们。恭喜我们的郭碧婷和张雨曦两位姐姐在微博收获了众多的关注、喜爱和讨论，恭喜两位，请两位领取属于你们的奖杯，同时也请两位发表你们的获奖感言。哎，大家好，就是我知道我性格就是比较不爱说话，也比较沉闷，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吧，你越不想接触什么就越来什么。总之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谢谢陈峰，真的很感谢。再一次祝贺郭碧婷姐姐，来雨欣，
首先我很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舞台，喜欢我每一个在网络上传播的瞬间，即便是有的时候唱得不太好听，你们喜欢画面就好。但是呢，来到乘风这个舞台也启发了我很多，我真的热爱上了这个舞台，所以从此以后我也会继续学习唱歌，继续学习跳舞，或者未来我可以给大家带来又好看又好听的舞台。今天已经为我们带来又好看又好听的舞台了，再次恭喜两位，恭喜我们的微博乘风高光人物郭碧婷姐姐、张雨绮姐姐，祝贺两位，祝贺你们。那么究竟最终12个年度乘风席位花落谁家，而同样还有几个最为重磅的奖项尚未公布，这一切的悬念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前来揭晓。上扬是我自信的态度，思维师超光屏，麦角流音助力提拉基底弹力网，胶原蛋白肽和玻尿酸挑战紧致水光，向内支撑自我，焕发上扬之美。上电商搜思维师超光屏买同款，思维师超光屏。当阳光发出信号，和爱玛露娜复古版一起轻松出行，浪漫的爱玛露娜复古版陪我时尚进阶每一程，时尚爱玛自在出行。选择从不将就，好油我只选再升级的金龙鱼1:1:1，反式脂肪减到零，营养更均衡，反式脂肪减到零，身体零负担。我是金龙鱼1:1:1代言人戚薇。欢迎大家回到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的现场。那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我们以天气为媒，感受了24节气当中的韵律，春分花开，夏至蝉鸣，秋分月圆，冬至雪飘。24节气呢，不仅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教材。我们也希望并且倡导以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来续写24节气当中的东方气韵。而今晚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携手经典，呼吁每一位观众与姐姐们一起关注低碳环保，为地球减负行动。同时经典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新品牛奶，先邀请丽君姐姐和浩宇姐姐一同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新品的名字，叫做经典低碳环保纯牛奶。它来自精心挑选的低碳养殖牧场，从土壤改良开始就致力于减少碳排放，连奶牛吃的都是精心调配的减碳餐。最特别的呢是它的包装，如木色的自然色调，是特意去除了漂白涂布层，还保持了原木纸浆的天然颜色，既环保又美观。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在绿色工厂完成，确保节能生产，有效减少碳排放量。你看，所以这么听来非常有意义的一款新品。那现场我们每一位姐姐手里面都有一封来自经典的感谢信，感谢各位，感谢你们选择和经典一起为地球减负。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这一份低碳环保的力量传递给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见证经典低碳环保纯牛奶正式发布，请看大屏幕。现场每一位观众手里面都有一封来自于经典的感谢信，这封信呢其实是用种子纸制作的，看完之后大家也千万不要丢弃，回家就可以种在花盆里面。每一棵小草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当它们汇集成草原的时候，低碳地球就有每一位的贡献。再次感谢现场各位的支持，感谢屏幕前大家的支持。最后我们携手经典，让大家在喝牛奶的同时也能保护地球哦。来吧姐姐们，让我们一起为低碳环保，为地球减负干杯吧。干杯。我们今晚的总决选已经临近尾声，而这趟难忘的乘风之旅在结束之前，姐姐们也回到了他们最初的起点，回望过去3个月彼此的初相遇，完成了一份给自己的乘风答卷。
我觉得尘封是一种体验，是跟人生相关的，跟我所有的同辈同龄人相关的，那这种交流和这种碰撞是这段旅程。因为相处就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事情。我不瞒你说，我第一宫我逃跑过。不是，我不是这赛道的，没搞过女团。I'm single lady, I'm single lady, put your hands up。我的大学生活是三年，但是这个三个月完全比上了这个三年。但是，我人生的第二个宿舍生活，好像又结束，它又要被封存起来了。但还好有友谊，嗯，至少有留下友谊。我真的第一次遇上这种完全不会的歌，把你那个开关的嘴给我打开。我们相信，相信，相信的力量。互相鼓励一下，赞赞。我们是舞池家的两个，终于给我把喜讯加进去了，谢谢你的气。多难都有人和我站在一起。穿过风暴冲雷电，这将是一段一生难忘的经历，所以我希望我能成为那个美好回忆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回到这个地方了？第一次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刘鑫啊，撒老师吗？啊，我们又见面了。就在这儿抱头痛哭。哎呀，哎，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对，好快啊。现在比较熟门熟路，不像一开始来的时候还得各处打量。哎，是不是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进来的？你看他们几个，白的黑的，白的黑的。我们俩也是啊。哎，加入。嗨嗨，初次见面。好。我是你的妹妹呀、啊。哦，我现在知道你是我妹妹了。我们之前还在一个美屋。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们聊得好开心啊。啊。好像初见面的感觉。对，是有朋友印象。嗯，不像别人这样，你这样。我们来了，嗨哈！我是蒋，你是蒋，你是蒋，好像第一天。对，小布，对，似曾相识。That you gave me a bread like a cake, with the first day you made. Oh my god! Right. 挺直腰杆，端庄。连座位都不坐，之前初见面根本不是一个一个像火柴棍似的杵在这儿的，要坐的坐，玩的玩，我都想不起我上初见你啊，你就坐在那个位置，是不是？然后一动不动，你一直坐在那儿，姐姐没有抬过头，把一个酸奶瓶的那个丝儿整个全抽开了，他今天连一个酸奶瓶子都不给我。对，就当时来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地方是充满着陌生跟未知。但现在确实这个地方甚至变成了我这几个月唯一一个最熟悉的地方。嗯，在那一刻我会非常深的去感受我舍不得姐姐们这个感觉。我在尘封开始之前，我心里想着，哦，这姐妹要四个月，好漫长啊。但是现在接近尾声了，我反而觉得哇，要结束了吗？好短啊。嗯，有一点意犹未尽。真的就是一下拨了一个快放键，突然就进到了这个时间，有点不太可思议，很恍惚，就是像做了一个梦，然后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Hello again! 好久不见！哇，Yamy！Hello again！
了，好久不见。只有我们在里面真正拼搏努力的人才能知道这个旅程对我们来说是多宝贵。它像过山车一样，这个体验它就是一个无色化的体验。我准备乘风而上，不管结局怎么样，我们顶峰相见。其实乘风之旅对我来说不是夏日限定，是来日方长，最后一次的表现。希望我们所有的姐姐都可以跟观众们一起享受这个属于我们大家的舞台。你追求的未来是谁说了算？
头望，总是在渴望，但口不习惯。人们在歌唱着属于我的歌，即使是预料之外的变化，不能被嘲笑，那又何妨？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一起随风奔走吧，别回头望。谢谢姐姐们，谢谢，谢谢舞台上的每一位姐姐，谢谢姐姐们，感谢姐姐们带来这么动人的《别回头望》，拥有了这么多美好的经历，我们真的是很难不回想，但最终我们还是要扭过头，大步向前走。没错，再次谢谢各位，我们也请姐姐们回到观战区，把掌声再次送给姐姐们。请大家注意，在今天晚上乘风2024的年度席位总决选，截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释放了七个年度乘风席位，流星团竞得一个席位，陈丽君团竞得一个席位，戚薇团竞得两个席位，陈浩宇团竞得三个席位，而今晚最后的五个年度乘风席位将会根据观众个人乘风值投送情况产生，现场的1000位观众需要在20位姐姐当中选择3位你们最喜爱的姐姐投送个人乘风值，请大家一定认真思考，谨慎投票。喜欢哪位姐姐就按下她正确的序号。3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你们的最终选择将会直接影响今天我们乘风202412个年度席位的最终归属。5 4 3 2 1，时间到，投送通道现在关闭。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么我们的结果正在快速统计当中，而今晚万众瞩目的年度乘风席位的归属即将为大家全部揭晓。现在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一同见证乘风202412位姐姐登上年度乘风席位的荣耀时刻，稍后见。有机生活是和经典有机奶一起，在我的广阔草原活出我要的快乐，让好奇和有趣自然发生。经典有机生活由我定义。好的，现场以及屏幕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的现场。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和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一起奔赴有机生活，喝口经典有机奶，让我们一起见证最闪耀的姐姐们。欢迎各位回到乘风2024年度席位总决选的现场。到目前为止，乘风2024的最终结果已经落定，相信各位已经屏息以待这个最终的年度席位名单。那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身旁亲爱的娜姐为我们共同揭晓乘风2024最终的年度乘风席位归属。首先我要为大家揭晓的是流星团的结果。在此前的竞演中，流星团完成了一个个突破性的舞台挑战，为自己的队伍拿下了一个年度乘风席位。因此
该队中按个人乘风值排名第一的成员将荣获年度乘风席位。流星团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的是流星。恭喜流星团的流星姐姐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请上台领取属于你的奖杯。恭喜流星姐姐，恭喜流星团的队长流星姐姐，恭喜，请登台领取属于你的奖杯。恭喜流星姐姐。那么把掌声欢呼声送给流星，请领取属于你的荣誉。请拿取属于你的奖杯。接下来我要揭晓的是陈丽君团的结果。团内姐姐们个性十足，舞台也极具魅力，而目前陈丽君团已经成功竞得了一个年度乘风席位，他们之中谁会捧起荣誉奖杯呢？陈丽君团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的是陈丽君。恭喜陈丽君姐姐，请上台领取属于您的荣誉。恭喜陈丽君姐姐，让我们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她。谢谢你在乘风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请陈丽君姐姐领取属于你的奖杯，并且享受属于你的欢呼声和掌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流星姐姐登上属于你的年度乘风席位，台上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陈丽君姐姐登上你的乘风席位。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戚薇团的结果。在这个团的姐姐们唱跳俱佳，携手互助，为自己的队伍拿下了两个年度乘风席位。究竟戚薇团中谁能突围登顶呢？戚薇团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的是戚薇何杰。恭喜两位姐姐，恭喜戚薇团的戚薇和何洁姐姐，恭喜两位，请你们上台领取属于你们的荣誉。
次恭喜戚薇团的戚薇和洁姐姐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请上台领取属于你们的奖杯。来，两位姐姐携手登上属于你们的年度乘风席位。接下来我要揭晓的是陈浩宇团的结果。在这个团的姐姐之间合作默契，他们携手以配合度满分的舞台，为自己的队伍拿下了三个年度乘风席位。究竟陈浩宇团中谁能突围登顶呢？陈浩宇团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的是陈浩宇。尚文杰、袁雅维，恭喜陈浩宇团的陈浩宇、尚文杰、袁雅维姐姐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请上台领取属于你们的奖杯。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请领取属于你们的荣誉。恭喜陈浩宇、尚文杰、袁雅维姐姐，请登上你们的年度乘风席位，有请。让我们把掌声先送给四个团的七位姐姐，恭喜他们登上了属于自己的年度乘风席位，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也要听一听此时此刻站在年度乘风席位上的七位姐姐有怎样的心情想和大家分享。刘青姐姐，我想感谢这一次能有来2024乘风的机会，然后感谢在这个节目里我见过的每一张面孔，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所有的导演组，然后特别要谢谢经纬哥和赵赵老师，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舞台的呈现都有他们的帮助，然后要谢谢每一次远道而来的能来到现场的浪花，然后也谢谢在网络上一直支持我们的所有的歌迷，然后要谢谢我身边每一个我合作过和没有合作过的姐姐。其实我觉得在爱面前，摇滚乐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我很遗憾到现在我们已经毕业了，可是有一些姐姐我还是没有合作过，然后我希望在以后的未来，我们这一届的姐姐还可以常联系，还可以多合作，然后希望每一个心中有炙热的你都能完成属于自己的梦想，大家一起加油。有请陈丽君姐姐。四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每一位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姐姐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一段限定版的时光，应该很难再有一个舞台可以让我们如此频繁地发现新的自己。
今天晚上之后，我们所有的姐姐都将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自己的职业。但是我觉得也不忧伤，因为我们在每一段汗水、每一段努力、每一个创作的舞台中收获了自己的成长，收获了每一段珍贵的友谊。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感谢，感谢身前的你们，也感谢身后的你们，最后也要感谢一直努力的自己。有请七位姐姐。七，首先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这次可以来到乘风2024，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觉得我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对得起自己和我尊重的所有观众朋友，所以我来这里的第一个拥抱要给自己，我是棒棒的 Bang Bang。然后另外就是所有的姐姐们，不管是否成团，不管名次如何，不管之前我的排名如何，你们在我眼中有光的人依然光芒万丈，真的很爱你们每一位，这个夏天我会牢牢记在脑子里。谢谢各位姐姐。另外我想要感谢节目组，我是学幕后出身的，我是学录音的，所以说我非常深知幕后工作者的辛苦。大家如果觉得我们在台上每一位姐姐辛苦，那我想告诉大家，比我们真正更辛苦的是节目组的每一个人。要知道所有人的努力绝对不比我们的姐姐少，所以在这里我要深深地给所有的节目组的人员深深鞠一躬。然后最后要感谢我的妈妈，还有炫哥，我的 Lucky， 还有 Seven， 然后感谢所有在现场的、不在现场的，所有支持过戚薇的，哪怕你是从不喜欢戚薇到喜欢戚薇，我都要深深给大家鞠一躬。我被爱和幸福包围的感觉真的很好，谢谢大家。谢谢七位姐姐，接下来何洁姐姐。我想说，我想告诉每一个姑娘吧，其实我来乘风最大的一个目的呢，我是想看一看我自己跟19年前那个自己是不是还一样，是不是比他更厉害。这3个月我发现我真的比他有更厉害，因为我真的从头唱跳到尾，这3个月很骄傲我自己完成下来了。我想跟每一个姑娘说，我们有更多的能量、勇气、韧劲，可以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梦想，所以我们只管冲就对了，年龄不是任何问题，姑娘们加油。谢谢，谢谢何洁姐姐。陈浩宇姐姐，谢谢大家。首先还是想谢谢乘风2024，谢谢有这样一个舞台，让我自己被看见，然后所以先谢谢所有看见我的人，谢谢你们，谢谢节目组给每一个姐姐这样绽放光芒的机会。然后最后我想说，这个夏天所有的声音、讨论、热度、评价、想法最后都会随着夏天散去，而最后真正会留在我们心里的，至少留在我自己心里的，是这30几位姐姐非常非常闪亮的光芒跟她们的脸庞，以及这100多天来我们携手并肩真正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熬过的每一个夜，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流过的每一滴泪，受过的每一次伤。所以谢谢每一位陪我走到这一刻的所有的姐姐。最后谢谢这一程走过来每一次陪伴所有姐姐的每一位观众，谢谢。
谢谢谢谢陈浩宇姐姐，尚雯婕姐姐。我想说，我会记得这个夏天，我会记得这个夏天的炙热，我会记得在这里流的每一滴汗水，我会记得我看到的每一滴泪水，我会记得每一个微笑，我会记得每一句问候，我会记得每一种关注，我会记得你们的眼睛，我会记得心中有澎湃，眼里还有光。谢谢谢谢尚雯婕姐姐，袁娅维姐姐。真的，我完全没有想象到我自己能做完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的30多位姐姐，因为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坚韧，看到了女性的力量，看到了温柔，看到了爱，看到了对这个舞台的热爱。对我来说，你们是我的新的观众，希望接下来我可以用更多的歌声送给你们。非常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歌手袁娅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Tia。 希望每一位姐姐都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前行，永远支持你们，谢谢。那现在四个团的七位姐姐已经登上了他们的席位，而与此同时还有5个空缺席位，将会在这七位姐姐之外个人乘风值排名前5的姐姐当中诞生。接下来宣布乘风2024第8位荣获年度乘风席位的姐姐，她来自戚薇团，她就是萨顶顶。恭喜萨顶顶姐姐。接下来宣布乘风2024第9位荣获年度乘风席位的姐姐，她来自戚薇团，她就是蔡文静。接下来宣布乘风2024第10位荣获年度乘风席位的姐姐，她来自陈丽君团，她就是柳岩。接下来宣布乘风2024第11位荣获年度乘风席位的姐姐，她来自流星团，她就是 Joyce。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个名额，乘风2024第12位荣获年度乘风席位的姐姐，她来自陈丽君团，她就是韩雪。恭喜姐姐们荣获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请上台领取属于你们的奖杯和荣誉。掌声送给5位姐姐，祝贺你们，请领取属于你们的奖杯。
让我们用掌声和欢呼声护送五位姐姐登上属于他们的年度乘风席位，有请。让我们再一次把所有的掌声送给十二位姐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五位姐姐来讲述一下此时此刻有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话想和大家分享。首先让我们有请萨顶顶姐姐。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萨顶顶，这是我第一次来做有真人秀节目的音乐节目，让我圆了一个六岁时候的梦。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音乐，我曾经想去合唱团唱合唱，然后就要求我爸爸妈妈送我去。当他们把我送到合唱团之后，我只上了3天课，老师就把我赶走了，因为说我的声音太特殊了，所以跟小朋友们合不到一起。后来一天又一天长大，然后做音乐，做自己的歌，所以有了万物生，自由行走的花，还有左手指月，这些大家能够喜欢我那个特别的声音和特别的音乐，我特别的感谢你们。所以今天我终于可以成团了，我可以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唱歌了。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不想总是孤家寡人的做自己的音乐，我希望能有更广阔的天地，能够有更多的人喜欢我特别的声音和特别的音乐。谢谢所有的姐妹们，谢谢你们，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力量。我也希望在生活中可以和你们继续做闺蜜。谢谢谢谢萨顶顶姐姐。接下来有请蔡文静姐姐。大家好，我是文静，我此刻站在这里真的很像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梦要结束了。我觉得你们看到的我在这个梦里是一个搞笑女，是一个孤勇者，就是每天就是在孤勇，但在这个梦里我看到了自己是很努力的。虽然我不够优秀，我不擅长唱跳，但是我觉得我尽了100%的努力，因为我的努力让我知道我以后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哪怕他不优秀我也很爱我自己。所以我希望从今以后，所有不管你觉得自己好或不好的女孩男孩都能够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努力一定不会白费。这一程我结束了，我要继续努力地做好一个演员。谢谢谢谢蔡文静姐姐。接下来有请柳岩姐姐。大家好，我是演员柳岩。在乘风近4个月的时间，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演员正常拍一部电影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旅程就像拍了一部非常美好的女性独有魅力的女子群像电影，这里面每一个女性都是主角，都散发着不一样的光芒。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并且努力地完成了我的角色，受到了认可。其实在大家开始投票的时候，坐在我前面的观众席有一位小美女拿着那个投票器问我说，姐姐你想不想成团嘛？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点头我就投。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我们努力地拍好戏，我们挑我们喜欢的剧本和角色，演完了之后可能排片不好，票房不好，没有让更多的人看到，可是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你不够做最佳女主角吗？不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坚定自己的选择。我手上的这个荣誉其实今天不是安慰所有的姐姐，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替代我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是我真的幸运了一点点而已。然后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电影是造梦，这个夏天我做了一场春秋大梦，我没有想到这个梦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美好，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柳岩姐姐。那么接下来有请 Joyce 姐姐。大家好，我是法国姐姐 Joyce。I'm really honored to receive this prize and to be with you, girls, sisters. I couldn't imagine 3 months ago that I can learn so many Chinese songs, that I can sing Nang Bu Nan Daying Wo with Han Shui, that I can shake it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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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 that I can sing the Opera Yue, and because of Shang Wenjie, it was her idea. Her really good idea, and I was afraid at the beginning, but after I was so proud to sing and after that, today I rapped with Kung Fu. It's amazing. My mother cannot believe it. So I'm going back in France with all the pictures, all the memories, and I'm going to tell to French people what's happening here. And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really amazing. This show is huge. I never saw that ever in my life. So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And I come back very soon to have some shows in China.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Joyce 姐姐。接下来韩雪姐姐。此刻有一点不太真实，其实我不太敢来这个节目，源于自己对于舞蹈的一无所知，但我现在非常庆幸115天之前踏上了这个舞台，让我有机会认识了我支离破碎的四肢，并且通过努力成为了一名六边形的战士。我也很开心遇到了我的每一位队长，大宝、妹宝、 Joyce、 君君、刘鑫，包括其他的每一位姐姐，真的就是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们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也谢谢每一位到场的观众和网上的观众给我们的鼓励和投票，也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哭过笑过，跟我们一起玩梗。说实话，跟着你们一起玩梗，我觉得我现在变得更加的松弛。谢谢大家。我想说，我是韩雪，我做到了，今天我毕业了。谢谢谢谢韩雪姐姐，再次把掌声送给12位姐姐。而与此同时，本季节目还有最为瞩目的3大奖项尚未揭晓。那么乘风2024乘风年度人物、乘风年度队长以及乘风年度总冠军最终花落谁家，有请娜姐为我们隆重揭晓。接下来公布乘风2024乘风年度人物。每年的乘风都是一次文化的播种，在海外种下一颗种子，我们就拥有了来自法国、越南、美国、泰国等等跨越大洋而来的炙热的心。向行业播撒一颗种子，我们就拥抱了戏剧、电竞、商业等对综艺而言陌生的朋友。而获奖的这位姐姐来到乘风之前，她对自己所爱一片担心从未改变，是来到乘风后也不遗余力地弘扬传统文化，她就是陈丽君姐姐。恭喜陈丽君姐姐，请上台领取属于你的荣誉。恭喜乘风年度人物陈丽君，请领取属于你的奖杯，属于你的荣誉。请陈丽君姐姐发表获奖感言。真的非常高兴来到乘风这个舞台，真的挖掘了无数次全新的自己，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新的尝试，
包括今天成团夜，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我来这里之前，我不确定我做的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我告诉自己，我要让自己的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是的，今天我做到了。谢谢大家，谢谢节目组，也谢谢身后的所有的你们，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再一次祝贺我们的乘风年度人物陈丽君。那么在见证了今晚我们乘风年度人物的揭晓之后，继续揭晓下一项悬念。接下来公布的是乘风2024年度队长，他带领团队一路冲刺，全方位护航每一位队友，充分体现了守望相助、勃发向上的女性精神。他连续五次公演担任队长，他就是戚薇。恭喜戚薇姐姐荣获乘风2024乘风年度队长，请上台领取你的荣誉。恭喜戚薇姐姐，恭喜我们的戚薇队长成为乘风2024的年度队长，感谢你一路以来带领着队友奋勇向前。好，这我放下一下。对，很喜欢你们跟我玩这个乘风2024，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有些时候人生是一种徐徐的微风，也有可能是那种狂风暴雨肆虐的狂风，也有可能是幸运的东风。如果这一阵风来了，为什么不乘它一下呢？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乘风2024年度队长戚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共同见证的是乘风2024年度总冠军的诞生。下面由我来公布乘风2024年度总冠军。他在风暴中的泉眼放声歌唱，在疾风中写下自己的史诗，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女性之美、音乐之美、热爱之美。他就是陈浩宇姐姐。恭喜乘风2024乘风年度总冠军陈浩宇。恭喜陈浩宇姐姐荣获乘风2024年度总冠军，请上台领取你的奖杯，有请陈浩宇。浩宇姐姐，此时此刻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认为乘风2024不只是一个竞技的舞台，所以我今天也不觉得真的这个总冠军代表着我是这个台上最好的姐姐，但我愿意说我自己是这个夏天吹着最幸运的一阵风乘风而来的人。这阵幸运的风里有所有观众，有我所有的姐姐们，还有所有每一位陪我们战斗的工作人员们，谢谢大家。然后最后一句话，想要对这个夏天的所有人说，夏天会过去的，但是希望姐姐们的缘分永远不散，光芒永远不灭，祝大家毕业快乐，谢
次恭喜陈浩宇姐姐，请回到你的年度乘风席位。让我们一起把欢呼声和掌声送给乘风年度总冠军陈浩宇。风继续吹，每一位姐姐都继续乘风而上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位姐姐的个人乘风值总排名。再一次祝贺每一位姐姐，再一次感谢每一位观众。姐姐们毕业了，祝贺大家。那么最后让我们再次恭喜获得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的12位姐姐，韩雪姐姐、袁亚维姐姐、 Joyce 姐姐、柳岩姐姐、蔡文静姐姐、萨迪林姐姐、刘欣姐姐、何洁姐姐、戚薇姐姐、尚文杰姐姐、陈丽君姐姐和陈浩宇姐姐，恭喜各位。2024大美中国热望乘风，这里是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乘风2024年度乘风席位总决选的现场。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和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一起奔赴有机生活，经典陪伴，未来可期。希望大家继续乘风向前。在过去的115天，我们一起看过冬雪拨开了云雾，同时感受过秋雨迎来了夏日，最终破风而行，乘风而上。36位姐姐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在每一次节气的主题变化当中诠释和呈现出属于他们自己不同阶段的乘风人生。祝各位姐姐无论台上台下都能乘风而上，灿烂精彩。也希望乘风留给大家的美好记忆一直相随，热望乘风风过留痕。各位，我们后会有期。上MangoTV搜 SVIP 限时抢乘风2024 SVIP 专属录制入场券。